在心静静，专务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道道伊是我的石盘，拯救我的。伊是我的棺材，我袂大忧担。上帝啊，我伫你的殿内，孝念你的主爱。这是请咱起立来坐念《使徒信经》。主道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十字玛利亚出世，伫阮救伊拉多人来受苦，天使伫个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复活，上天。今仔日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疯狂的教会，信徒的上帝，罪的赦免，永记录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咱悠然站立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予阮伫主里。会当三角聚集伫你的圣殿，将这段时间分别做圣来敬拜俄罗斯。我要开嘴讲，你是独一的上帝，除你以外，我无别个拯救。伫新的一年，我要求主的恩典甲福气临到伫阮的国家、社会、家庭，甲阮本身。主啊，保罗先生劝阮第一爱为着万人祈祷。也更加需要为着君王甲一切在位掌权的人代祷。新的执政者已经伫咱选出，我欲恳求主赏赐因有属天的智慧来治理阮的国家，帮助因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谦卑甲上帝你三角形。愿因拢会当来认捌你，也愿你的国度临到伫阮。感谢主。予教会内的组织哪来哪健全，即摆安宽德正是正做按摩师，毋嘛教会内部的分工，中职各团体同工的服侍，兄弟的参与，拢得到上帝你的慈恩祝福。我也求主坚固阮每一位手所做的工，将疼上帝疼人的心放伫阮的内面，予阮彼此相疼。亲像你疼阮一样。最近天气寒冷，我要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献上阮的祈祷，搁有手术了后在疗养的兄弟，求主保守看顾，医治因的病痛，予因紧紧恢复健康。上帝稳定甲慈爱，甲因三甲地带。阿爸的上帝，阮也要为着阮家己本身来向你恳求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我要重新伫你的面前来立志，追求灵性的成长，参与教会的圣工，活出一个搁较水的生命。这时，阮要恳求上帝替阮来担阮一切的劳苦担当，你的圣神来充满阮，予阮伫敬拜你的时来拄着你，也予阮对牧师的讲道中来得到侪侪。在真理的内面，搁较认捌你。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，求主亲自看顾带领，祝福阮每一个人。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
也是诗篇的第六十七篇。我来客，请大家来应。愿上帝怜悯我，赐福予我。咱予全世界知你的旨意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。在声。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。普地有生产五谷。愿上帝赐福予我。愿上帝赐福予我。愿你的万民拢变为义。下面献诗，咱要请。